中英集團咧非常支持樂施會今次呢個國際滅貧日嘅活動。而呢個活動亦都同我哋精院集團可持續發展嘅方向咧，非常之吻合嘅。而我哋可持續發展咧，係共有五個範疇，其中包括咧就係環保啦、社會責任啦、員工關愛啦、創新同埋產品完整性。特別是員工關愛，咁今次樂施會呢、回家吃飯呢個活動咧，係可以俾員工咧能夠早一個鐘頭下班翻屋企同屋企人一起吃飯，咁亦都係我哋非常支持呢個活動，亦都係配合我哋員工關愛嘅一個方向嘅。咁所以我哋精英集團對今次樂施會呢個活動咧，我哋係大力支持嘅。而家咧就全世界咧有八億嘅人口咧係喺度捱緊餓嘅，所以我哋非常支持樂施會呢個國際滅貧日回家吃飯嘅活動。咁我哋已經參加咗啦，咁啊希望大家都一齊嚟支持呢個活動。